排了没有？去哪儿了？啊！那么双方一上来开始大决战，第三回合，双方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漂亮的组合拳勾拳，看起来黄方选手已经体力下降，南方选手的意志力打得非常顽强。好，我们可以听到今天的团队继续停下来，那么搏击运动也是，虽然在擂台上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人，那么他的身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，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来，我们为黄方加油好不好？让双方一点人打起来，漂亮的一勾拳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那么搏击运动的魅力就在于最后的一个环节，当双方都累了的情况下，谁能够坚持到底，谁能够站到最后，这才能体现一个运动员在擂台上的一种意志品质。10秒，好。